JJ, the swagger nuts.放手一搏间的守候，枪林弹雨里不停留、因为前进等于自由，我们在逆流中搏斗，坦然失去所以拥有。我乘着顺风来破浪，我奔向命运的宣战，未知是种种想在平凡世界里找宝物，才会哭着笑着装糊涂。有人家财万贯却开始生痛苦，有人身无分文却也活得舒服，有人若不付出半杯酒便再无贪图，有人换了张脸其实脱颖而出。早上好啊各位，有人
狰狞面目，却还装得衣冠楚楚。早上好啊，各位。哦，早。哎，他挖空。怎么啦，师傅啊？昨天有没有跟女儿国的国王聊一下？你怎么这么快就上戏了呀？图图不是女儿国国王吗？昨天下午你没跟他聊一下吗？你怕我直接哭死你，你信不信？你自己说他是女儿国，我们你自己都认了，他是女儿国国王。我认你大爷，他娘的是你。你想他是女儿国国王是这样子的，他想要睡你，然后你不同意，爽不爽？有啥爽不爽的？师傅，今天去哪抓妖怪啊？坐骑吧。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起来的时候蹲马桶看那个。就是我每天都会就找那些就是我黑粉的东西来看的。我操！我操！你每天都兴致那么高涨的吗？兄弟，没有，我觉得人嘛，人无完人嘛。我觉得人无完人，这个你们能认可的吧？嗯，那我们就去看嘛，去找。哎呦，太夸张了。比如说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你讲出来行不行？你这样我根本就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而且你现在一清早直接排沙漠图能排到人吗？啊，他比如说什么像来这妃子走了有人看，这世界到底怎么了？这个有什么，以前之前还有人说你抛弃妻子的呢，你这个东西有什么？我都惊了，谈恋爱都没谈过的人他说你抛弃妻子，我都没有，我操，抛弃妻子啊，不然就拼命了，兄弟。抛弃妻子，为了直播抛弃妻子，赚了点钱把前妻直接抛弃，然后怎么样？那比如，哦他妈，我干的都一愣一愣的。比如这个什么，蓝湛飞尘，就是为什么经常更换小号？以前的号哪里去了？他工作室根本就没几个人能打游戏，绝逼是开挂的。那他妈老因为老子打卡靠服，没办法，别人基本就是一周封你 IP， 让你就是因为他卡靠服只能让他韩国的人玩家玩，国外玩基本封 IP。他说你的队友都是开挂的，他有没有看过你的队友玩游戏啊？你让他看一下我跟二八，他再说得出开挂这两个字，我把他牙都给他敲下来。他可能对挂不太了解。没有，我讲真，可能就是我的黑粉是真的有点多，为黑而黑。你比如他们喷的最多的就是自私的一匹，还有其他别，就我做个解释一点，就是有自私是有的了。但是没有讲的那么夸张了，哇！我觉得这个黑黑的，不亚于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不亚于知乎那一帮。嗯，我巴不得别人夸我是挂，我的天哪，好兴奋的。首先说你是挂，这是喷你，只是你觉得是夸你，我也觉得是夸。什么能夸我们两个死瓜，那已经是对我们俩最大的认可。算吧，不看了。我巴不得有人骂我死瓜。那么多人黑我，肯定也有很多人喜欢我。哎，有好有不好。我倒说我是富二代这个事实不会被别人挖出来吧？动不动就什么？哎，你打开微信看一下那个群，看一眼，理智一点好吧，认清楚自己，你再拿个镜子看一眼，没认错人吧？没有，没认错人啊？没有。那你是什么来着？我是个锤子。挂你妈挂的好，
是不是去 gay 场啊？打 gay 吗？清醒了，没挂了吗？挂了吗？等早上，今早第一把，我操！我早饭还没叫完了。爽厉害呀！我早饭被取消了，我一醒来洗完脸，他跟我说取消订单，我靠！我忘记叫了，我操！还挺厉害，你肯定送啊！哇，我已经连着四天晚饭吃羊肉串了，兄弟。一场。就这个羊肉串让我失去了理智，现在。到底是有多好吃？羊肉串加羊汤，然后再来一个馕，舒服的一品。小老虎，我回了家，从昨天晚上拉肚子拉了一晚上。为啥呢？太他妈辣了！我现在还想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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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老虎，你是个重庆人，你跟我说真的辣？辣从真的辣，但是能吃啊。小老虎，你知道吗？对你们这种重庆人、湖南人来说，能吃的辣，这就已经不是人吃的了。好的。我靠，这屋没枪。有人，有人。就一个头。嗯。完毛。有人这里面。但都有人员活着很难。两起来的。你们觉得我今天说话会好一点吗？冲锋九八 K， 一号楼顶上有一个，二楼有一个，他们有没有跑上？呀，抢我人头丢了，老毛！楼顶有一个，妈了，还有人开录音带混响。说你，妈的还带困响的，这傻屌！打个八 K 吧。哎呀，被哥干破头了！这啥声音？这是？听不有个傻屌，开麦有困响。我傻屌开麦有困响。俺在一楼。你被哪里的爆头的？我被高架。高架。对。我跟他对枪，他有刀柄啊。那你对个锤子啊。这时候不对了。看到高架的人。高架我没看到啊。哎，在苗子，在苗子。高架。在哪儿？找了高架。左侧右侧，你要讲一下。抢我人头，有人抢我人头。啊！他们有这个 M 一路。在楼下，正角楼下。你楼下我没看到，你楼下有我在。围墙有人。围墙。看了，围墙进去了，进楼里面了，你没？要么在卡门，还有一个。就是你抢人头吧。这就被你们打死了。楼顶上两个，外面两个，卡我楼墙。nice， 还有一个里面，还有一个。哎，来点装备爽一下吧。妈，怎么都是 M 一六啊？我惊了。有药吗？大哥有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绷带。没有药，防弹衣、头盔都没有。来吧，给我点绷带一瓶。我上高架看一下。过来找我，过来找我。我这里面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我这里面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哦，我有药，我操。我有子弹。我六百子弹。三十吧。可以给你一点，四十吧，四十吧，给你一点点。哎，我先过个 A 场，让高架看一下。我操，先过个 A 场。这小包应该有高倍镜吧？有哎，他有一把九八 K， 有一把 SKS， 我在挣扎玩哪个 ？SKS 不用挣扎了。我告诉你为什么。没有配件 SKS， 不玩 SKS。 哎呦，
我跟你说，你就把玩完九八 K 之后，你就会扔掉它，然后说以后都不玩九八。对，对我玩好这把，我可能会扔掉这把枪，以后再也不玩。嗯，没有错是你。你看好看吗？哎，有看到那个大盘鸡吗？有啊，啊，楼楼顶有一把。有762子弹吗？有啊。没有。特别的多啊。762子弹非常棒。那我把556子弹都给你们好不好呀？我也没有狙击包，你就先捡着嘛，等会儿谁没捡到 TK， 这有一个狙击包吗？哎，为什么？讲真的，为啥？我感觉我黑，我的黑粉，我的黑粉比其他人多一半呢。你的黑粉比较执着一点，他们就真的很恨你。为啥？因为像我，就像我这样又没什么才华，就然后也没他们长得帅，但是就是感觉过得比他们好受。你好欠打哟！这里有个三级包。我讲的都是事实啊，那你唯一恨一个人只有这么一种啊，就在网络上，就是他觉得我也不怎么样，那就过得比他好。那黑粉黑起来，那需要理由吗？想黑即黑。哎，其实这种心态是变态的，只黑粉的心态是非常变态的。只因我为黑而生。那我没什么。意思就问问，就是为什么说这种黑粉的心态是特别变态的？首先，别人做任何事情没有影响到你，就因为嫉妒，所以你天天去骂别人。这里有把你说因为别的吗？我看你不顺眼，看你不顺眼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因为嫉妒吗？对不对？还有没有脱腮帮？还有清醒我吧，给点7.62子弹好不好？5.56换7.62，备弹7颗，我没得玩了。我不会黑二十。装的皮肤怎么快？在你首先你要在那个商场装备完了之后摁一个 at 键加左键，如果你要把皮肤下了 shift 键加 at 键就下的。小老鼠，嗯，换车怎么？762换556换不换？哦，556换762换不换？没有。有人说我从来不拉队友会被黑吗？难道被打了？这样吧，我让令北讲一下吧。我让令北讲一下，就是我是不是就是队友能拉不拉队友这种的，他比较公正一点。那蓝战飞这个逼，在有其他队友能扶的时候，他确实不扶的，这个是实话。嗯。但是这个逼他要救你的话，就是必死的他都会来救你的。是的。没有能救的情况下，好吧。你有队友救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救啊？两个人扶一起，加快扶的速度吗？但是有队友能扶的时候，我也不扶的呀。我们开船先走了。以前我看到小老虎在那边看，我是不扶人的。但最近那些小老虎也不扶。队伍里面最后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不，是这个样子。二八倒了，我们三个都不爱扶。我小护士还是会扶的，真持久的，只要打个电话立马就跟你讲，就是很拒绝这件事情，发自内心的拒绝，但是会扶。弹幕稍微说一下，直接就是不看滚。那我觉得啊，首先第一是什么呢？肯定是看了很多不好的弹幕。你先不要第一是什么，第二是什么？能不能给我搞点子弹？我7颗子弹怎么玩？你要啥子弹？蛮多的。762。来，给你来一个吧。你给我一个子弹是让我自尽吗，兄弟？还有船吗？有，桥下好多。就，哦，这位置。哦，看到了。二号位，我标个点。二号位。不打了吗？来吧，上车走。嗯。游戏崩溃，祝你好运。我还看到什么？你什么？你这个时候游戏崩溃了，你完锤啊！游戏崩了。游戏崩溃，你不应该骂蓝洞吗？啊。
不应该骂蓝洞吗？死不了吧，师傅。你连得上吗？再连。喂，帮我挂门上吧，谢谢。挂门上。一分钟之后到。对对对。我他妈上了贼船了，兄弟。可以啊，三师弟，你们流沙河现在都用上开了分了。你开到外太空去了，兄弟。完了。嗯。没了呀。我们去拯救他们。通联了。回来了吗？死了吗？三师弟啊，什么时候把你铃声换一下呀？这个越刺耳的铃声就啊！我操，你跳船了，兄弟！真的假的？死了没？你连上之后，他跳船自杀了。我去你大爷了吧！你连上他跳船自杀了，就他直接从载具上消失了，然后直接在河里死掉了。我。这你妈真的假的，大哥又要 OB 一整局，哎！重开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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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开吧！我这个蛋很蛋疼的。你这个像在梦游一样的连上了，连上了，连上了！一听你说连上了，你跳船了，我操！你玩那个锤子啊，在？那我就自杀了，兄弟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？我蛮不好意思的。这波对枪我赌马小跳赢。对枪我连对枪的机会都没有。啊，他淹死了。找位置来对宝枪。可以。等会儿啊。我赌马。你非要自取其辱干嘛？我赌马小跳赢。你打赢了有什么好稀奇的？你输了是尴不尴尬？我来把重天还是你枪法。这啥东西？还怪雷是吧？还怪雷是吧？我赌马彩票，我也赌马彩票。啊！是你废物！我操，终极废物！我操！他妈的卡住了吧？卡的啥东西？我打了这么多枪，终极废物！你这个逼有掩体都打不过他，你在玩个锤呀？这废物废物，这不栏杆挡着吗？哎哎呀！终极废物，一枪！你辜负了我和蓝战飞对你的期望。但是蓝战飞你也太屌了吧！你跳河自尽了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到处找嘛是吗？上个厕所。早知道还不如在船上让我打死你。挑什么蛋呀，唐僧骑着白龙马挑马了，我操，我来打自尽了，你敢信吗？西天路上确实妖怪都想吃他，这个逼他妈把自己弄死。那今天你就负责去营救师傅，好吧？今天呢，我就负责和师傅怂着。营救个屁呀、啊！他都死了，上火了，兄弟，你回你的高老庄，我回我的花果山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回去，我要跟着师傅走。那你去死吧，兄弟。不可能，三师弟还要跟着师傅走。那你就去吧，去吧。你这个呆猴，悟空，那情势不对，立马就溜了。为师饿了，悟空。你都死了，你饿有什么用啊？悟空，奈何桥上孟婆汤来一碗啊，兄弟。昨天火焰扇被红孩儿给绑了。其实被红孩儿烧死了，兄弟。后来弹幕还告诉我，红孩儿不是牛魔王亲生的，我研究了好久，铁扇公主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就在研究这个，兄弟。两开夸。这都是经验。
我继续念一下，反正无聊嘛，排了进去，我继续念一下我的黑粉的战斗力。无聊嘛，无聊嘛，无聊嘛。我们是八戒不务正业，八戒啥都会，除了打架不行。哇，这个548的评论好屌啊！哎，你们还记得有一把就是那个这个铁组他是这样黑的，他是打个 TPP 落地四个人被一个人窥屏阴掉了一个，然后剩下来在房子里面等了5分钟，然后一个个冲去送，还记得那一把吗？记得那一把我们的打法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挂，所以我们架好所有的位置了，然后我们是不愿意牺牲任何一个人去把他给杀了，不是瞎冲脸那一个。然后弹幕就问你一句，为什么不三个人一起冲上来就直接封了一年？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，因为我跟我的房管跟我的所有就是观众都讲过了，黑粉也是发弹幕能加热度的，就不要封，就这一种就是为黑而黑，他可能知道这个事情，这种就是什么假里面带一点针，就这种我见的最多了，就假里面带一点针，他其实不知道完全了解整一个事实的真相。我这边只有那种就是地狱黑啊，就是带其他主播节奏才过黑，像他说什么哎呀为什么不一起冲就直接趴风一年，这个是假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帖子应该是一个水军帖。牛逼，这波分析无敌。然后下面有一个说什么，他的那个 M16 连发16发根本都看不懂。我跟你们说，老版本的那个 M16 谁打谁知道。我如果就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开挂的人，我本身我就排斥很飞挂的，我为什么要开挂？而且我们讲一个逻辑思维，就是这个游戏最火的时候是吧，我没有开挂，我现在开挂我图个什么呢？图个啥呢？还有就是然后这弹幕就是下面就说去看哪个人啊，对对对，看哪个人，这个肯定是水军帖啊，不过这个比较正常，我没看这个人不太合我胃口，这个就是正常的浏览帖吧，这种就是还不错，就是我不喜欢但是我不伤害。啊，我刚刚百度了一下，嗯，啊，我百度了一下牛那个红孩是不是牛魔王亲生的。那你怎么这个样？你去百度一下兄弟，惊了哈。啊，有条说我以前经常看后来不看，主要老喷队友可能节目效果，但是越看戾气越重就不看了。还有这样一方面，但我觉得最近都没有。人可以改，人会改，月会圆吗？还有一个有百度知道的，是谁的？红孩儿的。嗯。又吼又叫，心眼贼多，觉得人品也不咋地，看不来这种性格。这是啊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人品怎么样，但我觉得我人品还行。然后你说我心眼贼多，那我有点心眼，我就不会让你看到我的缺点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瞒您说，蓝湛飞就是没脑子，也哎，那我觉得这个帖应该是水军帖，为什么有500多回复，而且还在吃鸡那个帖吧？
这样看来，我的黑粉在绝地求生那帖吧，基本能有个百来两百个，那还行啊，有点画面感，有存在感。是件好事。这一把是啥图啊？去女儿国不？我们哇，举身动手，给三公主接三子拳。师傅，去哪呀？好嘞。去找牛魔，就去找牛魔王看一下接盘侠，兄弟。这一把没有牛魔王啊。有有有。咋没有火焰山呢？有有有。要点呢，等一下。要了吧，这不是残骨头吗？蓝战飞人呢？啊，他刚才打电话了。追空投，追空投，追空投。那红二不是牛魔王跟那个八扇铁扇公主是谁的？铁扇公主吗？嗯。那按照原著推理，红孩儿不是牛魔王亲生的。红孩儿首先没有一点牛样，然后天生先体会三味生火。那牛魔王是妖，也不会三味生火。那铁扇公主是什么？芭蕉扇是太上老君的东西。然后反正说是，什么牛魔王是被仙界的大人物施压当接盘侠的。嗯，但是谁没错，给他施压的这个人名字叫做太上老君。对啊，底下有一个这里附近吗？那这么一想，太上老君是科学家呀。我觉得太上老君也挺不容易的吧，挺牛逼呀、啊。
你能被别人用车撞死的？我一看那个照在我脸上那个车。为什么感觉有点卡啊？马狗撞你的是不是一辆橙色的轿车？不是啊，给补贴。那就好。我刚开个门，刚想打他们，我以为他们没枪，结果车正好撞门上，我靠！就是说你在房子里面被人开车撞死了。啊、哦。你在玩蛇皮。我不知道，我一开门，那个车就把我撞进去了。你挺牛逼啊！我想玩游戏。你这个表现不太像想要玩游戏的表现。我有点卡。小老虎多少钱玩一次？啊？我说多少钱玩一次？你怕是过条马路再过个小区啊？不，你左接等引号，多少钱玩一次？开价吧。500。我直接给你。马上转账，马上下。真的吗？号都给你了，500，号都给你了。500吗？对，五百。太他妈贵了，我不玩了。看我身上这衣服了吗？99号阿丽塔。你还阿丽塔？你长得跟阿凡达似的，阿丽塔。看到这件衣服了没有？99号。哎，你们昨天也去看阿丽塔了？好看啊！哇，还阿丽塔？你长得跟阿凡达一样，你有阿丽塔的那个体素。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呀，我昨天跟秃头两个人去看了。然后他们晚、我不喜欢阿丽塔里面那个男主角。然后那个网上就猛说不好看。车在这里，车在这里。那个男的死的时候，甚至差点拍手叫好。哦，说阿丽塔不好看的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看不懂吧。没有看不懂吧？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。世界上本来就是10000个人有10000个哈姆雷特，无所谓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应该是比较大家都可以喜欢看的。他喜不喜欢重要吗？打的又爽，对不对？我就喜欢看主播开，我就喜欢看那个主角开挂。哎，看到我就超级喜欢，我超级喜欢看那个开挂，看那个主角开挂。我跟你说，小老虎那个弟弟是，昨天在我旁边看电影，然后过一会儿就跟我说，哇，这个好牛逼啊，好厉害呀！肯定是在夸。就这种在电影院就是爱讲话的，你下次就把他头都打爆。好厉害呀，好牛逼啊！你看这个，哇！我还见过在电影院刷抖音的呢，就在我前排，难受的一批。喷他不就完了吗？昨天坐我右边那个胖，有点胖那个，他身上好大的异味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好大的烟味。异味。就狐臭，哇，好大，我真的好大。我就一直转过来，你没看我一直往左边转吗？往左边靠。你就是想靠在我身上，你不要说那么多了。那鼻屎的味道好大。那你靠我身上，我喷香水啊！我身上。哇！每公八百秒，哇！你让他。舒服，走了。舒服。不让。这么喷。我操！小老虎，你还有动动枪？有动动枪，一直就有啊。牛逼！你们怎么装备这么好？哦，不瞒你说，我刚才出来，虽然说我包里只有一把喷子，但是我包里还有个八倍镜。哦，感觉我一顿一顿的。没了。来车了。来人，来靶场。看到空投了。他在空投，我准备打他。我准备开锤了啊！一起开枪吧。另外一辆车过来，咬他！车开过来了，你等，你别动！不要动！哎，点空投了。下面黄色车那个包我的怎么样？
行不行？好的，那我去上面那个包。那我呢？你爱爱咋咋地吧。哇，你看这是，有点心愿知道吗？哦，欢迎我的世界第一好小圣圣来到本直播间。呵呵呵，这里有个六倍苗，谁要？六倍苗。我要点五五六子弹有吗？有，请过来啊，试试吧。一六二有没有人有？我也没有去啊。你们要四倍吗？要，我没有倍镜。给我点经验看。我现在看东西。要给你。为什么感觉有点卡？但是他又好像感觉不卡，感觉好像我七六二备弹四十发，感觉有点慢。五六备弹三十发，兄弟。但我有很多饮料，你们要不要？我有好多饮料。多少啊？六瓶红牛，两个紫铜药，两个针。六瓶红牛，两个针。给我来一点呢。来个紫铜药嘛。丢完了。一个紫铜药。我丢了三瓶红牛。三瓶，地上，地上，地上。今天是星期一。今天应该挂死了吧？星期一周至五的人贼厉害，真的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星期六星期天挂币多。你说卡告服了有这种现象 ，Steam 得多难受。哎 ，Steam 不分周末和周一周五的。哎，我就很不分这个的，我就很好奇了，就是现在挂币那么多，但还有那么多人玩这个游戏。证明这个游戏的魅力还是蛮高的。好玩啊！这个游戏没挂的话，肯定人巨多。好玩啊！哎，空图来了。这个游戏对新手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。啊？本来就友好、啊。对你都不是很友好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不是新手啊。我玩了是六千多个小时的高端玩家了。嗯。哎，马狗什么时候死啊？哦，被车撞死了。英雄联盟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以前打过职业，也玩了六七年了，就是。他的段位系统做得非常好，然后再加上职业联赛，没油了呀。他电竞的感觉会比较高一点，下面有人。哎，这黄旭人，完蛋！英雄联盟那个。应该人就在附近，找一下吧。我先冲吧，我三级头三级甲，帮我补枪。并且还有人刚扔雷的，我记得在下面的那个房区。看到人了，石方向，在我头上，我头上。一枪。我操！下面走了吗？他是
道，先打个药吧。瞄着你们再开枪，他凭什么看我？这种人素质怎么那么差的？打完还看边上的，就往前看嘛。哎，老逼，让他往右侧走了。换位置了，感觉他，我感觉我要走这位置不在这里。这是个老硬币啊，我往上面走吧。要换吧，等吧，直接。那里有一把 M4，你可以去。我对这个游戏很失望。哇操，这么变态的吗？这个 M1。还在那个斜坡呢，我拉个右侧嘛，你拉个右侧就好。哦，我差点要被打这个 M16眼鼻器哦。有人扫你吗？我把干了。哦，怎么7.62的子弹？有五六吗，飞哥？我想换一下。小药不要，我有。这边防区有人，想办法把他们做了。哎，有人！我操！这也太屌了吧！我去上个厕所啊，你们坚持住。感觉坚持不住啊。小老虎啊，我对不起你啊。没事没事。你起码给我5分钟好吧，给我一个上厕所的时间，兄弟告辞。5分钟有点呛。那如果很够呛的话，你们就先开一把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四个畜生。吹着牛逼唱着歌没了。4个人一个石头不起吗？哦，玩不了了，一个人对4把枪还是有点难，那也不是鱼塘。哦对呀，
本直播间不是特别欢迎，就是捧一踩一的，就是观众是男人你就直接喷，就不用就是说这个主播真不好不好，还是看哪位主播好。首先第一，你肯定不是那个主播的观众，因为是那个主播的观众他不会去别的直播间给他招黑，你这相当于一时间黑了两个主播，这典型就是想要过来带带节奏。那本直播间不欢迎这样的观众，那你可以直接黑呀，可以直接开喷，不要踩一捧一，很弱智哎。那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是你捧的那个主播的观众，他也不会去别的直播间这样说别人，因为这样真的会招黑，所以他不是别的就是说主播那个观众，单纯的就是搞事情，两边的都想黑。我菜，但我脸皮厚呀。我操！真的假的？妈耶！我没喽，他们已经发现我了，三把枪放这里。我要吃雷了！哇！我掉头一看，右边三头三个人拿着枪指着我。哇塞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又没吃鸡。我就在这里晃晃晃晃晃找他们的位置，一掉头趴着，右边三个人在瞄着我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来准备吧。我儿子呢？我儿子还没回来吗？五分钟都过了，我儿子呢？你果然没有坚持住，兄弟！来，儿子回来快点！你刚死吗？刚死！哎我操，可以！我都知道你要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哦，你就是知道我要回来，你故意死的是吧？啊、对对对对。没有，我想刚才讲的那个话的意思，就是大家不要相信其他人。会就是说其他主播的观众会来这里就是喷我然后捧他们的主播，不存在的。如果你们在别的直播间看到别人喷他然后捧我的话，他肯定不是我的观众，一定不是他的粉丝，肯定不是，真的不是，这就叫做反串粉。因为这二粉都是就是都是很有素质，我觉得我的观众是最理性的观众。我真的，我对比了很多，我的观众就80%都是理智吧，然后20%都是就漠视那种。你像做个主播，有时候我就很蛋疼。这假粉丝。
我既能赚钱，然后也不用你们掏钱，就露个小地图出来，你们就看小地图直播。对啊，你们就看小地图直播。这是我的愿望。对，这你们又不用掏钱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在贴吧还有很多地方都讲过了，我现在中气不足，我就说话不能太用力。二八你好菜，你一定要成为电竞界的李光洙，我靠！你能成为电竞界的李光洙，我讲真的。我要把电竞界李光洙怎么你能很无敌？我觉得李光洙是谁啊？就是那个韩国综艺，就相当于陈赫的那个人。我操，这么牛逼的吗？就是跑男里面。从今开始，我就是电竞李光洙。有可能要比陈赫好一点，因为他们那个是不怎么简洁的。不可能。完了，那个人有 M 四了，操！哪怕呢？跑吧。车顶上了，大哥。哎呦，他被我喷两枪没死，一个人残血了。那把 M 四，他残血，在中间终极残血，血妈残血，他被我喷了两枪残了，漂亮！你妈的！打我兄弟！你扶一下人，我残血，我操！有药吗？给我一把枪呀！扶起来，我扶起来。我给你吧，给你这把，酒吧给要不要？可以啊。算我给你这把吧。多给你点子弹，好吧。我有个急救包。来来来来，有一个不够用啊，兄弟，你给他吧。我个绷带呀。这把枪是见过血的，兄弟。可以，开过光的。我现在拿了一把倚天剑，我很慌，兄弟。这个人我也有功劳的，我喷了他两枪。我知道。还有个人枪没防弹，因为死在对面楼梯。还有个人，二楼吗？二楼，刚才在二楼。一楼，那个楼梯一楼。我有药了，儿子。哪？在楼顶。楼顶有药没用？还在楼梯吗？确定吗？现在不知道。马总，没有。二楼打死了一个。人杀了吗？漏掉了一个。我需要一个药，我不敢，不太敢出来啊！哎，一枪。我有。哎，我这。这里地上急救包。二楼。OK。二楼应该有人，应该要过一二楼了。一号楼不知道。要有人，刚才他打我了。黑场两个门口，我一层在跑。跑不下去了。来了。枪头。我摸过去啊。
那两个厂呢？那两个连着的厂。几个啊？哎，这么近点小五有一个。哎。呀。那个卫星楼。卫星楼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我背后也来了一个。我们要下来救人了。打了兄弟们。下来救我呀。把二打，边上有个人，我先把他打掉。死了死了，我来了。二打没了。我操，大哥，早点下来就好了。下来了，你边上有个人在打他。这两方的小屋怎么还有一个？太硬了。有药没有？有个急救包。被硬啦。打了个砸，拿了个兽，打了个大砸，拉了个大兽，看到人了吗？别过去找他们吧。你等一下，我再打个绷带。挖洞技能。哎呀，下楼！哦，打鼻涕。两屋的。三号楼几楼啊？三号楼二楼，就右边那个窗口刚才在。看到了。还在，还在。你让小老虎卖个身位才能抱得到他，他不知道你位置。到了。哎。哎。牛逼牛逼牛逼！还要靠别人自己来，也太老了吧，令呗！哎呦，嗯，这太老，还拿他！大师兄啊，三师弟对你动手，我要举报他！好吧，大师兄，三师弟对你动手，我要举报他！你也太过分了，小老虎。他不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他直接偷偷的对我扔雷。哎，谁？八个雷我，没有好多雷我。你不小心扔出去了。哎，我感觉我要更新我歌单了。那我最近找歌好难啊。快！所以单狙是真的没什么卵用，我已经发现了。我们以后还是只玩连狙吧。哎，这个一杰这个国王，我上次去到别的直播间看到他在看那个小改改，看来咱们品味是一样的，我下播都会隐身偷偷去看别的小改改。哎，这个胖背包居然还活着了，我以为这些都是来挂机的。今天早上我想猛一把，做个男人。你哪天早上不想？谢谢，想就有用吗？一杰送的超级火箭，我操！下次一起看小改改啊！
啊，真的，我上次真的在那个哪个女的来着，我忘记了。啊，是那个唱歌的，因为我每天晚上就偷偷去查房。啊，我们继续警察局。好嘞。你那是偷窥啊！你那是。这是白嫖。其实查房最好玩是什么时候？就看六北查，啥？玩意儿？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要来这里啊？让，不要说。姓姓杨。不该说的别说啊。我们弄了一个。哇，成功了！你看，我们弄了一个。妈耶！哎，你别卖我呀！啊，你个逼卖我！我操，就是你个逼！谁？是谁卖你？我连他人都没看到，我就被他打死了。看到了，我用我的身躯挡在你的身躯前。大哥，看到了。看你个六六九四，不是你个逼卖我，我会倒。有药吗？大哥，主要是没枪，捡个大枪立马就回来了。这个急是吧？不是把死挂吗？太难受了吧？为什么我死了呀？我怕你们两个被捕掉，我还挡在枪口前面，我往那里开枪，我人都没看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大师兄大师兄，没见过唐僧亲自上场打架吧？这把就让你看看。悟空，没见过屁，唐僧把亲自上场打架。悟空，你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为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为师，哪怕是死。没事，自己去干架了。为师活着，我一定保护好师傅的。可以啊。可以，悟净啊，悟净很有悟性。你保，我去，哇，悟净很牛逼啊！哇，这没有一开门一两个人，还要打到头了。我靠，悟净战斗力爆表啊！谁说悟净是个废物来着？我操！我操！蓝战飞也被打到头了，兄弟。这剧情有点反转了，我们这个《西游记》，感觉大师兄、二师兄不咋地，三师兄贼猛，师傅也贼猛。三师兄他还能叫师兄，救我啊，三师弟，悟净二打炮楼楼顶，悟净救我，悟净你信我，师父没救了，悟净救我，报仇吧，一号楼有妖怪，一号楼楼顶有妖怪，师父能救我啊，妖怪好牛皮，两千头都没了。蓝战飞也是被两枪头，他前面飘在空中也是一枪头，兄弟。我们刚才去的是斯朵岭吗？这个妖怪有点厉害啊！能够一枪就把我。但这个大盘机有点不太对劲，好吧？蓝战飞前面飘在空中被他一枪头。好多，我们是进了斯。移动吧，爆头。我们是进了是斯朵岭吗？这个路神仙都显灵了。我不信这个大盘机是手打的，我不信有人大盘机比我厉害。悟空，我有个很尴尬的问题。嗯，打了一个小时，为师就杀了两个、四个。那你是个废物啊！我杀的都比你多。难受啊！拿我烟来呀！你这个垃圾。为师，我们要不要打一下这个雪地图进的盘丝洞啊？八戒啊啊，下山给老子跨腿圆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是多小姐姐，你等着是吗？
我经常看到那个八九点开小提琴。我他妈什么时候看小提琴了？我牵着马，我哪天看小姐姐了？你看不看小姐姐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我看了吗？你没看吗？看小姐姐看到舒服的就他妈一个人，怎么刷礼物刷好礼物了加微信？让我知道了，我八戒人设就这样，我都没加过小姐姐的微信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八戒人设就这样，不得就好好色的。悟空啊，我要两开夸了。做自己个人主观意愿是这样的吗？悟空，我要两开夸、我要开夸。什么叫两开夸？我就要开夸。什么叫两开夸？你告诉我一下嘛。我就要开夸了，悟空。是头顶开花，菊花变成向日葵那种两开夸了。师傅，我去哪给你花园呢？这个八戒哪去哪里花园都不知道，你玩什么高宝庄啊？你在高老庄混得多好，你直接在高老庄要点吃的不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早就想回我高老庄。回去要，回是要去找女妖怪了。再见。好嘞。你要去找女妖怪？你要找女妖怪的话，下午你看一眼图图。他是女儿国女儿国国王啊！不然你以为我当时为什么就在女儿国都？他那么多兵力都不穷，他拖着你们三个走。想一下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为师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当初要是没有你这个决定，我们是老猪，你称呼自己是老猪，不是为师。老猪，老子，我说我老猪。你要叫师傅，怎么叫为师？你是师傅还是谁？我这是说了，出错了，秃子。秃子，秃子不对，太过分了。真的，你能回天庭，老子跟你抱过来去。真的，是。看你每一天跑出去了。要喝这个探云手，你可以啊。没事，也去捉老女妖怪了，再见。好了，师傅。我去楼顶，你们去三个，你去楼里面三个。我老猪三二一号上楼了。女盆子，进来。楼里还有妖怪，就在我楼下。一楼、二楼不知道，这边门。哦，这，还是厉害呀，吴京！哇，吴京牛逼啊！我差点死了，我操！你是差点死了吗？你是已经死了？怎么又出人了？被妖怪吃了！他妈的，你一眼《西游记》，你把把落地成盒啊，朋友！这里有人，那怪我吗？那怪我吗？那能怪我吗？干掉了师傅。那怪我吗？师兄，师傅，你妖怪长得不好看了。你有。你怎么跑了，师兄？你怎么跑了？左边，左边的房。二师兄救我！二师兄，二师兄马上要没了。你二师兄要来救你了，兄弟。拿了一个。二师兄，妖怪跑哪里去了？不知道啊，二师弟。没了呀，三师弟。师傅，我给你分析一个问题，好吧，师傅。你说，你是唐僧啊？你拿着把枪到处乱他妈冲，你不是作死吗？为师是去化缘。你到妖怪洞府里面化缘的？师傅，你这也太猛了呀！我是去化缘、你是去找白骨精化缘还是去找黑熊精化缘啊？想要去跟白骨精化缘，遇上了黑熊精。然后还被黑熊精绑到了狮驼岭是吧？
黑熊精有点厉害。他要超度个屁，他是个唐僧啊，他变成唐僧谁帮他超度啊？人家唐僧肉都是很难吃到的，这师傅感觉就是送福利啊，这是。唐僧肉就没被人吃到。对呀、啊。我们演的这个好像是送餐大队。吃啊，我们这个是美团外卖的，送唐僧肉吃的。人家西天取经，我们西天送肉啊，这是。这西游记感觉演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换个演吧。那行吧，我们演小猪佩奇，我是小猪佩奇他爸。我是小猪佩奇他妈。我是小猪佩奇他叔叔。那他有叔叔的吗？我他妈就是他妈。他没有叔叔，他只有小猪佩奇还有他弟弟。那你是乔治，小老虎。你是乔治，你是乔治，我是佩奇。佩奇是个娘们儿。啊？佩奇是个男的。女的。男的。佩奇是母猪。公猪。母猪乔治是男的。啊，那小老虎你是佩奇，我是乔治。小老虎你比他大一点，他要叫你姐姐。对，他要叫你姐姐，就很舒服。那分工明确点啊。那么给。小猪佩奇是母猪啊。佩奇是母猪啊。为什么他一个佩奇要叫母猪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被他爸起了个名字叫吕大壮。吕大壮还行了，吕铁蛋。对呀、啊。就相当于驴铁，就是相当于这种意思。你佩奇怎么听得像男的？所以我充分证明，小猪佩奇不是他现在的爸。他妈的冲得比谁都快，你个唐僧！我们在三号楼门口打架，你他妈都快冲到一号楼了。那个怎么说呢？吴京啊，怎么说？跟他解释一下吧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吴京叫你呢，吴京。叫你呢，吴京。师傅，我在。你看，你叫悟净给你解释，悟净本来就脑子不好使，他连你叫他干嘛他都不知道，他就说我在，你看到没有？最近在练身法。我跟你说，俺老猪智商比较高，有什么问题俺问俺老猪。那八戒，你跟他跟悟空解释一下。悟能，这个叫悟能啊，悟能，你给悟空解释一下。那大哥，你让我解释啥？没听清了。叫师傅，他妈的，你演什么呢？叫师傅，师傅。你看，悟能智商也不高，他连解释什么都不知道。师傅，我没听清了，解释啥呀，师傅？你要不找个外援吧，找一下女儿国国王，让他解释一下。女儿国国王，我是牛魔王的女儿是谁？谁呀？牛二毛。没被踹过是吧？牛二毛是牛魔王他女儿吗？那是牛魔王他妈。真牛逼！牛二毛是那个紫霞。哇，那我的天哪！注
英小姐姐在我脑海中永远是最美的。突然之间贴上去一张牛二毛的脸之后，我就不想看那个大话西游。我搞错。而且我又想到了牛二毛那种凶神恶煞拿着个拖把的样子，我就感觉有点害怕。我们重新排一下吧。那是他的魔法棒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行，牛二毛会不会在我直播间？待会牛二毛冲进来，我怎么办？我操！匹配了六分钟，算了，随机地图吧。随机吧，随机吧。你动动爽。大图今天是星期一，我操！今天是星期一。大图这几天玩的太多了。萨诺有预感，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预感，觉得是萨诺，兄弟，应该就是萨诺。雪啊，不是雪地图。竟然有人在我直播间问我发工资了吗？发过吗？是这周什么时候来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今天待会去公司问一下，让他们好好倒腾倒腾。哦，好像也让你来了。前问过了。公司2点钟开员工大会，你去吗？哦，那我就不去了，那我不去了。我昨天问过了，还没准信。对了，飞哥，明天那个比赛是几点钟啊？啊，明天还有比赛吗？不是有个杜宇闪电比赛吗？哦。哦，这是6点钟开始。我跟你海报还有令北。什么？没人告诉你吗？你没有账号吗？那个统计那个号。有人找我统计过我的账号，但是我不知道要干嘛。就是斗鱼赏金大赛呀。这么牛逼吗？我还没来呢，兄弟。没有，他就一个揭幕战，他就让我们去打表演赛了，就是那种很娱乐，然后只能拿弩啊拿雷的那一种。哦，这种吗？哎，我以为是打枪那种。不然老子能叫你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你想一下，你蓝战飞举办的赏金大赛，谁是第一名，朋友啊？见了个鬼！谁是第一名？令北、江乐涵、陈可爱年少第一。你自己说吧，是不是见了个鬼？屌不屌嘛？你自己说嘛，是不是见了个鬼？你自己说。怎么了嘛？见鬼怎么了嘛？那么多职业选手，对不对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职业选手跟职业选手会内部消化的呀，我们这种就横插一刀，冲过去补补枪就完了。一路跑进决赛圈，没有人打我们，只有我们打人家，打的都是背身，爽不爽？陈可爱，陈可爱。他已经30天没播了，差不多。我那天不是你们都病吗？我问他有没有空，他要装桌子。一周之后，我问说怎么样，还是装桌子。然后我这两天收到陈凯的消息了，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，就最近一个星期之内他也不会播的，他准备来长沙旅游。贾老鬼有机会了，这句话。来长沙旅游，他不是说了 N 遍的吗？有机会了，再两天就来了。机会来了，小老虎，机会来了。小老虎，有机会了。对，有机会是有机会的，就怕他过来的时候，万一还带着个男孩子，小老虎会不会更难过呀？啊，也有机会。没事，小老虎，男孩子我会帮你解决掉的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么重口味吗？妈的，太吓人了！哎，把你也太……陈宽，拿出我男孩子，我帮你解决。你也太屌了吧，二八。为了兄弟的爱情，我愿意付出。你他妈就是想睡别的男孩子吧？啊，不是、啊。但是问题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就不一定会有男孩子。我只是随便说一个可能性。那更好。我操，小老虎，少奋斗200年，再问上天再借500年的机会来了。真的好刺激！我操。好，谢谢估计。终极富婆，开跑车住别墅，哇！我想在跑车里，想在你看在那里。对，你唱啊，你继续唱啊！直播间没了，又不是我。啊？收不住是吧？收不住是吧？这歌是不能唱吗？好嘞。
不能唱的吧？这一届，那一届所有人的歌都不能唱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还是得多了，多谢我，对吧？因为 Trouble H 红发费，对，太屌了，我操！这三个人不涨了。但是有一首歌100%是可能能唱的，你唱吧。这个碗又大又圆，哎，这个面又长又宽，哎，大家好，哎，今天我来到这里很开心。哎，回大厅了，开不了。哎，怎么人越来越少了？哇操，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玩？黑怕不怕黑，贼好听，好吧？我最近学会了一个新的 rap。那你来一下。得了得了得了。得了得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那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得了得了得了。来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准备了。得了得了，都没听过吗？来，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给你们听。吴亦凡的没他厉害啊。这一把跳汤臣一品，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啥时候出了汤臣一品？这个荷花儿对我笑，这个蓝点是谁标的？马总取消，走你！马总，马总去蓝点，马总。我看这是梦幻脚步，哇，梦幻脚步。根本不看，兄弟，根本不看。我的战斗音乐已经响起了。我们要去感化妖怪了，买下这个汤臣一品，就能少奋斗100年。嗯，我们这个《西游记》到第7000取经了多少年？为什么还有汤臣一品？哎，我边上怎么有人呢？你别怕，我是先把他杀了。啊，葵花给他，为师给他画个圆。好人得了。你别画圆了，你画圆每次都死掉。你画圆，画什么圆？他已经被我们全面包围了。那你画圆，你又不动，那只能我来啊。这个画圆交给我，好吧？你那是画圈圈啊？不是，到现在没有一把枪，所以你说你画什么圆呢？那个人在哪里啊？在我们附近，在我这边，大概别个脸，我在这个位置红点附近。不让开，为师撞死他。在我这。撞死他。好了，为师化缘成功了。师傅好厉害哦！师傅，你开杀戒了，师傅。我这是化缘，我这是度化他。你吐个锤子，你把他渡没了。他们不是没了。他只是升天了而已，他堕入了轮回。哦，好高深哦！这些能懂，你就是师傅了。听得懂他的意思了吗，马哥？听得懂，你就不是八戒了。
就是说只要你说听不懂的话，别人听不懂，你就是师傅。别跟俺，别给俺老祖说这么多，俺老祖就是兢兢业业，师傅说去哪就去哪。你放屁，你老祖兢兢业业，看过西游记没有？你就是个混子。我才是兢兢业业。对，俺老祖啥时候不敬业了？你老祖就喜欢看小姐姐。俺老祖看小姐姐的时候，师傅哪次不是一起给我看的？你住嘴，我靠，你这孽畜居然血口喷屎。血口喷屎有点过分了。俺老祖啥时候干坏事的时候不是拉着跟师傅一起？放你娘的屁，住嘴。你们俩喊屎喷人。好嘞师傅，好嘞师傅。哇，这个装备真的好。这里有个三级甲，悟空。我有了，我有了，师傅，我有了。我来了，师傅。哎呀，这不是给白猪拱了吗？我操，脸上有一个人。什么叫给白猪？仓库里面。仓库里面两个人。两个哎，这边有个人，怎么进了？仓库里面两个大哥。哦，为师被埋伏了。我靠，右边也有一个。哎呀！我靠，快干掉他们！师傅，你们，师傅，你们慢点，师傅。为啥悟空你要在后面？收装备收的没注意，你们跑哪儿去了？悟空，悟空你雷了吧，悟空，你个死废物！我帮你们报仇去，你别慌。哦，你个溜溜球，你如果来的话，我们都不用死。大师兄，你在干什么？大师兄，你怎么才来？大师兄。左边来了，大师兄，左边来人呢。他厉害啊，悟空，一枪不中啊，悟空。哇！悟空牛逼啊，悟空！哎，你们，你来的太慢了。其实你刚才不应该来的那么慢，你早点来，我们位置拉开还能打。我们你们一说中遇到人了，我就过来了，但是我离你们太远了。我们都走了，就剩你一个。我操！我在那里送装备送的好肥啊，兄弟。那又怎么样？不也一秒送吗？那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你们身上，你们三个人怎么能说死就死呢？你是不是老子念紧箍咒？我操，泼猴欠收拾！我操，你念紧箍咒有用吗？我头上又没有箍。啊，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，大师兄。怎么你猪八戒也会念紧箍咒、啊？你见过师傅跟敌人讲道理，敌人就不杀师傅的吗？杀谁杀谁呀谁谁？Don't turn the belly, no knife, charity, face, 杀谁呀杀谁？啊！错了没？知错了。你这紧箍咒念的我头都疼，我真的。我操，他居然没错。错了，认识到错误了。这个咒里面的我头皮发麻。那下次行你听指挥啊。